慢慢的出效果。因为我之前这个斑是非常多，这个这边整块是一个就像铁板的那种感觉，很难看，生锈了啊。对对对，就像那种锈的那种板的样。啊，这边的话是那个有一个蝴蝶斑，然后这边也一个，反正整个脸上起码四种斑。然后当时经常给我经常美容院，我定期有做美容，他那个美容院的老板跟我讲，你要来打斑。那我想说好，我来。但是很多人跟我讲打斑会有反应，就是后续的如果防晒什么不好会又再出现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去打斑。当时彤彤后面给我叫我用这个，用完了就慢慢的，哎，奇怪，真的有点淡斑嘛。然后最有一次就是有第一次我跟亚斑老师见面的时候，到现在他们还都在笑我。其实我进去哈，大家在那边我就根本说实在话，我没亚斑老师说我很拽，他说22姐当时看起来很拽，然后他不是要试产品吗？那我这个人又有点好奇心，我自己用我会用，但是我不会化妆，我真的不会化妆。然后亚斑老师说要试产品，我说是不是有化的？他说可以可以，我帮你化。我说好，那不我就试看看。结果一试下来，我那个照片一发出来，就是我原来用自己的，我就出门前还用自己的隔离啊什么什么，还用遮瑕膏啊，用一堆。然后到后面到那个跟亚斑老师见面的时候，他用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整套的做下来，到隔离而已，结果两张脸就半边脸而已，就完全不一样的。我那时候我才很震撼，那时候就有点震撼了。那有点震撼以后呢，其实我也是当真抱着那种心态，怎么样，就说人家问我嘛，哎，黄总你用什么东西，哎，感觉皮肤不错。那我说哦，那好，我妹妹在做的，我妹妹在做的，我前期都是说她在做的。那突然间很多人就一直加进来，我说哎，这个还是挺能做可以做的事业。因为我不会算账，我从来不知道我账号里面怎么样，突然间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的美金，我才知道哦，这个原来可以这么轻松的赚钱。慢慢嘛，慢慢就从很排斥它，然后爱用者，然后现在反正是超级爱用者。反正现在就是感觉自己现在就是回到了20岁那种刚要事业初期的那种。那我在去年2017年就是加入一家，算是第几年，2年就3年，我把老总辞了，我不干了，我现在全职，我自己有做珠宝了，但是现在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做一家这个曼妮先生。那另外那个单位，我在保险公司20年，当了差不多10年的老总，我现在不干了，我就把它辞掉了。很多人说我疯了，但是我觉得说没有疯了，因为在那边，因为他有年薪一大块的年薪，我说那应该来讲，我全用这种时间来做一家来讲，那个年薪我应该是轻而易举就赚回来的了。这是我很小的一个愿望，就完成几个亿的那种愿望，就是很小。说笑说笑，我的分享就到这边了。谢谢谢谢。